本峡斗六市文化路跟明德北路路口的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重伤的一个交通事故，肇事者他是没有酒驾的情形，那相关的肇事原因我们还是要在厘清当中。那因为这个肇事的路段刚好是下坡又有一个转弯的一个状况，那另外有关这个肇事事故的一个路段，我们会会同相关单位针对交通工程的部分是不是有需要在改善的部分做一个了解。